对，这个意思叫年轻的一代，而他们确实非常年轻哦，平均的年龄是18岁。但你想想看，其他队伍就综合起来，平均的年龄是21岁，也就是说他比现在场上的一些选手都年轻了3岁。直接平均就是算下来就是年轻个15岁。没错，真的是太恐怖了。那来看一下，来到了闪电狼的一个介绍。没想到是目前这个泰文，难道在韩国也有流行吗？啊，当然来到的是木槿。闪电狼也是暌违已久啊，在韩国集训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他们很早就去了，非常早，非常早，非常早就去了。对，还有很多啊，包含像是这个火龙师啊，一些他们额外的一些有趣的影片。对，也让大家不要就太过于专注，闪电狼还是有一些这个额外的一些日常啊，可以让大家不要压力太大，对不对？因为大家就对于这次闪电狼是抱有非常非常大期待的，说实在是真的。那在今年，自从在当时 MSI 拉出了一个6连胜，那时候大家对于今年的闪电狼的世界赛是。应该是继2015年之后，2015年我还不知道有没有期待，可是大家那时候还不知道。可是2015年、2016年那时候是非常期待的。那在去年其实有点。一般的小组基本拿的是30%而已，他们拿的是50%。他们有几个 combo， 塔利亚赶来了，坦克直接一个吞交掉之后，其实摸紧看起来没什么胃口。对，做得好的话其实是可以逼闪的。这边应该在等 CD 等好了，反正过去 Q 直接敲到弹回来，法洛是融化了。观众刚刚一个惊呼哎，对，响彻云霄的声音，连我们自己都听得到。这边配合好好哦，因为其实塔利亚应该是先漏，但这边舍舍的手速真的太快了，这个法洛是想都没想到舍舍会这样接。我觉得他如啊，就可能是我看的，我觉得他是有机会去，有他一定有机会反应，一定有。而且其实我，出手了一个，要靠右，这只我暂时不会玩了。这只今年真的，我觉得哇，这个变化线更多，太变态了吧！野口若不知道这个走刚好是 combo 位置，直接弹起来，直接消失。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这很夸张。他的成绩是真的很夸张。这样听起来很夸张，但赛区不懂。对，这是重点，赛区不懂。还有这边打起来。直接留住亚萨，金币支开了起来，哦、塔利亚赶到，直接封住了。坦肯吉，坦肯吉回身吞，但伤害不太够，远方的龙针舞都轰进来。我们把兵都已经全部清光，这个这波有意识的，就是木槿已经先到了，他要到了，他要到了，他不先到，他到了。他是做反蹲，但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赌了啦。法洛斯的大绝还是最晚才下的那一种。他不是杀人杀到就是当前面人员正在赶过来，TP 先走是来自了 PVP 的人员。这波的一个守卫卧家的先到，不过被锤了起来。这是塞恩往前的一个 Q 技能，逼闪，他们直接闪现交掉。这个预示者要吃到底，必须吃到预示者掉在前方，给了副要紧，这边位置辛苦了，一套伤害要秒，但木槿并没有等他身上要点燃，龙针虎斗被 Maple 这一个很大的就再挡 ，Maple 再挡，木槿你走，这是你的地方，我帮你挡所有伤害。哇，这感觉来了来了来哇！被抓到一个 combo 留住，但已经被 Zeus 给位移，前面的贝蒂赶了过来。Zeus 是没有大绝的，被弹了起来。30的塔利亚好痛，带有点差。哇，那这个就要掉了。哇，这个火龙最后是被偷走了。二杀是从后面 TP 过来，冰斧杰森并没有挂到，直接往右边抓一下 Zeus， 凯撒飞了过来。二杀是三段的一个 Q 留住 Zeus， 幸好有个坦克机赶紧走了。我之前看的都是别人蹲，现在是电狼蹲，抓到了，抓到了，闪现过去，闪现空 Q。蛇蛇尴尬，我这边蛇蛇被留住喽，开了大反身要翻，牛被留住回身顶，但血量已经快要见到25%了，拉回来，哇，拉了回去，再由坦肯吉，还是用闪翻，然后坦肯吉也是这样硬交招去把他留下来的，看下这波，这个是有看到，所以哇，这边扭了一下，那拉开，但其实可以，虽然这边蛇蛇倒，这波是闪电狼亏，但。他花了很大的心力才留着。画面回来，三的一个车已经撞下了 Big Coro， 被从远方飞过来直接秒杀。反而是倒后后面的 TPPPPP 也选择取消了。这波中路是有机会可以稍微点几下的，不过会玩了，其实还不错。炮塔在哇，这边的一个大炮车在左边，那我被留住，交闪现直接过墙。
这个走位是有点小轻松的，往前要翻，但没有翻到，自己被留住。这路走位很漂亮，躲到这里自己，不过巨斧毁灭直接锤起来，还好有个坦肯奇，所以纯闪电狼都吃完了，可以直接活生生在他面前走掉。海克斯科技闪现正面，刚好看到辛朵拉凯莎飞进 来，直接秒杀，不用弹回来，辛朵拉已经消失。这个位置选择先不接了吧，卡上路其实还不错，看我们选择要卡上路的位置。我开车，再往前要追，过了头，伤害有做出来，叫了惊人，要队友赶紧跟上。后面哈拉比也开启了大绝，前面位置、这个、没翻到有点亏哦，没了大绝的贝体奇有点难进场，蛇从后面绕了过来，哈拉比在前面闪现 Q 三留住，法洛斯直接融化了，坦克奇也被留住，不知道救谁，那就想救自己也没有救。现在的一个美丽奥达斯没有变身的机会，直接被厄萨斯敲起来之后，塔利亚再拿一颗头。他没有，他救过他一次，他救过人了，他救过他一次。对，没办法，这个急救包不能用两次。巴龙掉了，闪亮这一波迅速的，这个时间点差不多。就是这边打起来，就是这边有抓到这个辛朵拉的位置很关键，就是舍得这个蹲点是超级漂亮。那这边 PVP 就应该要尝试先拉开啦，这边就没有想到塞恩会直接开车，然后。哈拉比这边侧边进场也是非常关键，这边坦克已经做到最好，他把 Micro 吐到一个最好位置，让你看到哈拉比这边，他被翻了之后，然后再也没 CC， 他就这样直接走上来，然后就把他砍死。他只有一个想法，这个哈拉比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法洛斯，这个翻白眼的家伙，他一定要死。这个法洛斯也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死定了，我死定了，我死定了。之前。好不好？这个荒芜箭弹多射几下，我的荒芜，我的 W， 做点，放的这个塔点的很轻松。PVP 人员没 CC， 完全不敢，所以不敢倾泻。哇，留一个坦克机，那有双招，没事，没事，没事，他有双招，直接交闪，对，直接交闪了。但下一次就没有这么好运了。现在就是闪电狼继续的一个进逼，就直接压他。这边双射手根本就不敢清兵，因为我有直接开车了。哇，又是你，变成变形金刚往前追击，法洛斯这里留下来，不过闪现舍身目标也是你呀、啊，原来霸道。还有好多个，然后就直接倒了。右边位置，厄萨斯盯上了另一个目标，把辛多拉给带走。坦肯奇根本不知道救谁，他要救三个人，除了乌尔加特，其他人都要救。这个 B 库鲁他经历了三波的逃命大潮，他躲过了一波，以为这波风平浪静，没想到下一波又来了，再来第三波。没有办法 ，PVP 确实也看不到远古巨龙月。比赛结束，我们恭喜闪电狼。到三十分钟结束了这场对决，让自己的世界赛旗开得胜。我觉得 PVP 这场完全是在 BP 上选的太，我觉得想得太简单了。对，就是他选了一个就是看了就觉得不太会赢的阵容，因为第一个你没 CC， 然后再连虽然上路是打赢的，但也被抓了好几波。那这个坦肯奇很明显就是在保护人的情况下有点。手忙脚乱，因为他保不住那么多的人。他有三张嘴，他就赢了。对，是的，他有三张嘴，他就赢了。但没有，那这个法洛斯就是被针对整场。对，你没看到法洛斯做什么输出啊？他这个倒在地上的时间比他手拉弓的时间还久。哦、真的，他的萤幕基本上出来一次就黑一次。对，就闪电狼这一场很针对对面的 AD， 因为他们认为可能伤害最高的会是他们的 AD。而我个人觉得，时间我是主持人杰西，在我身边请到是闪电狼的中路选手 Maple 来接受访问喽。大家好，我是风堂。风堂，今天是你的生日，生日快乐！谢谢谢谢。好啦，那其实你好像每一年都在世界大赛度过生日哦。那这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就有别的战队还跑来祝我生日快乐，还蛮开心的。所以今年有什么特别的人来祝你生日快乐？就 Riot 的人啊，就 Riot 的人都会。好啦，那我们马上聊聊刚刚的比赛，因为其实刚才电狼选出的阵容呢，这个厄萨斯跟塞恩其实分别都是可中可上的角色嘛，那是怎么分配你跟火龙用这两只英雄的呢？因为我中路是打的是辛朵拉嘛，那辛朵拉本来就不是一个打坦克很强的英雄，所以我就让塞恩走到中路。所以那塞恩走中路这个部分，你会不会觉得刚才那场的比赛你有点混分？不会啊，我觉得我开车都开得蛮好的。开车开得蛮好的。好，那你刚才听到辛朵拉了嘛？那辛朵拉其实在小组赛目前的这个出场率是100%，那你对于这支英雄的评价怎么样呢？就打线蛮强的，然后他是很适合站在中路的一支英雄。对，那就是如果你有边线的角色的话，选辛朵拉就蛮不错的。所以你觉得他会是这一次世界大赛接下来一个就是例如说出场率非常高的角色，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吗？我觉得就一般般吧，对，一般般。好，那
然因为其实刚才你们打的这个 PVP 这个越南队，他们的上路 Zeros 我们都知道他是这个队上的老大大腿嘛，那你请问你们刚刚比赛中是不是有特别帮火龙注意这个点呢？就听说他们上路超强啊，所以就帮火龙选一个两条命的英雄，所以是这样才把二杀四给他。对对对，这样他死了又可以再活起来。所以火龙在打的过程中有觉得说他真的很厉害吗？他就一直在哀嚎啊，就兵一直掉啊。所以你们后来是怎么解决就是可能会就是上路这个劣势的问题？因为他们我们本来就知道他们是一个打上的队伍，那所以我们就一直疯狂针对他们下路。对，好，那再来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其实今天是你生日嘛，那生日就是要许愿啊，就是三个愿望，前两个让你讲出来，然后第三个就是让你就是藏在心里。好，就希望闪电狼能进四强。都可以许愿了，还四强而已。四强以上。OK。就这样。好，就一个就好了。好，那这个愿望很好。OK， 好啦，那我们谢谢美好接受的采访，那恭喜闪电狼获得胜利，然后再次祝你生日快乐。好啦，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精彩比赛马上就要回来喽。